你们要站起来了吗？好，还是不要好了，因为那个接下来也是比较慢的歌，这一段就是让你们坐着摇，等下起来的时候屁股就会湿吼，因为太热。我多少也没有穿内裤，就湿在下面。什么漂亮就把他的麦放出来，他一直在乱讲话。对呀、啊。一直乱。好，下两首歌都是别的歌手的歌，是我很喜欢的两个歌手，一位是梁静茹，然后一位是莫文蔚，这样。那为什么挑这两首歌呢？其实有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很好听。讲完了。其实我，大家跟我相处就知道我其实算是一个，天真烂漫的人，是烂哦，不知道。就是我很喜欢，从我写歌就知道嘛，就是都是比较浪漫一点，而且我挑歌也都是喜欢挑那种，就是比较浪漫的。我的脑袋好像没有别的词汇，就天真浪漫的、比较浪漫的，就是属于浪漫的。真的，有什么样的词可以形容这个浪漫？你的脑袋跟我一样差，对，小玉，就是天真浪漫，可能天，你给我闭嘴！天慢吧。啊，我们就赶快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就是浪漫，就譬如说，他很会讲话，他好，你来。哪一个？纯真无邪。对。还有什么？再来。清新脱俗小确幸。我觉得他从他的发型配上他讲这个话，好像变态的出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今天坐5点的火车从台中赶过来的心情？就是，很棒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没有误点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。你真的有吃到虫吗？没有。没事没事。大家好哈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介绍了，自我介绍了。下一首歌带来。爱情之所以为爱情。怎么样？很像在告白似的。小布鲁很会唱歌哎，你要不要唱一小段？没有，我今天太早起了，没有办法。真假的啦？真的。好，性格你不要唱，我怕他们等下想听你的。好，这首歌，以前你有看过《败犬女王》吗？有，对不对？那这应该是吧？爱情之所以为爱情，就是里面的插曲。然后还有一首歌是接着慢慢喜欢你。我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听到太多版本都太好听了，然后我们就很特别做了一些改编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。